近日 ，NFL 与中国游戏网站共同开发了一款 NFL 体育经理人游戏，为中国球迷了解这项美国最火爆的体育运动开辟了捷径。最直接刺激的身体对抗，最热辣火爆的拉拉队，这些都是让 NFL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拥有相当多的关注者。为了让中国观众更多地了解美式橄榄球运动 ，NFL 联手中国玩网体育推出《模拟橄榄球体育经理人》游戏。美国前橄榄球明星查理·路易斯也来到了现场，为这款游戏造势。这位前 NFL 球星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更是第一时间拉近了自己和中国球迷的距离。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美式橄榄球，我很喜欢打球。那是为什么我到中国大陆来跟你们分享这个那么好的运动？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这样子就对。随后，六位好男儿的亮相掀起了又一个高潮。通过，好，以上就是今天体育速递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观众朋友，再见。